不行。亲戚高二前有一段，这不要不念吗？这不是不甘心舍不得吗？就寻思我儿子35就没扔下这么一个玩意，你说能让他出，能就让他不上实业吗？实学吗？硬爬了，我没说我硬卖鞋我都得供他。我这俩眼睛都要哭瞎了，我就说我卖鞋卖房卖地我都供他呀，我就抱着这个愿望，我说大孙子你不喂能就行啊，你要知道爷爷奶奶咋喂，为啥供你的，咋供你的，你要知道就行啊，你要长心就行啊。14的时候就是出去打工嘛，然后父亲是因为打工，因为是给人家打工放牛，然后牛呢好像是惊住了吧，然后就是发疯，然后顶了，然后直接就是脑出血，脑干出血，然后就是治不过来。其实然后妈妈是因为后来她就是走了，然后把我放在这儿了，然后再就没联系。因为本来家庭就已经残缺了，然后自己要如果就是什么破罐破摔那种不往好道走的话，那爷爷奶奶就更那啥了，就本来他们的希望就在我身上呢，就是自己不能自暴自弃。如果爸爸在的话，他们也许不会这么辛苦，但是爸爸走了之后没有办法，我还要撑起这个家，以后这个家就得由我来扛。我一定会以后让爷爷奶奶幸福。